好强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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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的身影。也没有太轻。
礼拜是八到十，没体力了。太累了，但是你要我们打。固定的，最近都变数了。好，我今天都。对，我今天一早就开打了。从前面开始。或者是好像有一个，对啊，它是固定的公司的社团，然后我要做那个社团的。他们有过党购搞公司刚成立，他们好像有二三十个人，他们从六点开始，所以就是变得比较。不好抢，我的核心又没了。他们持续一个多月吧，都二三十个人。但我觉得是那个老板喜欢打壁球，所以逼他们。二三十个人，然后六点多左右，原本六到八两边，后来好像又多又要抢，想要抢我们一小时。对，每天听说都抢，你看这是壁球场，每个地方都很难抢，只有那个七五太不抢，比较没人，其他都。满七到九，全部都满，突然变好多人。你下班不是树林的吗？对啊，我就下来就树林吧，六点高就少，八到十比较远，所以应该会很远。我知道这样，但那个线建的太远了，其实太远了，三公里更远。现在你一般上来，树林到树林会比较近，反正也是有一点距离，而且下班时间。新的新的新的